这几年套路贷在我们湾海简直是无法无天，这个坠楼案必须要解。为什么呢？海创集团是重要示范企业，我们海创集团决定拿出盈利的3%去做慈善。市局三番五次的申请调查安一鸣，所以这个安一鸣不能动。办案要讲究节奏，这几天是最关键时刻，我还会淹死你们的。我们希望周胜华出来，让我们的公司戴上涉黑的帽子。我这样的人会因为100万杀人放火吗？各种眼睛都在盯着湾海。还有6天时间，我周彤不想再过打打杀杀的日子。你安心的去做你的局长，将来还可能是厅长。警察办案只有两个字，证据。这个案子不简单，这个事情如果出问题，缠珠，我托警服。我能相信你吗？我只是说明情况，我并不是指控。这次中央部署强调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，这个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。你以为我进去了你就能全身而退？你的伞罩不住你的。